今天啊，人都到齐了。今天为小勇践行啊，明天小勇走，都是粉丝。你看，这边也是粉丝，这边也是粉丝。然后老六也在，然后大勇也在，基本人都到齐了，是吧？很经典的一首歌啊。有个姑娘叫小花，长得好看又闪亮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勇气可嘉啊，也非常好听啊。等到你俩结婚的时候，我还希望大勇唱一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你喜欢的这首歌，好不好？这样默默想着你，比我唱的好听多。就这样把你记心头，天上的云南晒得再忧愁。这个药膏药呢也到了，反正几多。有个几个，三个，你会用吧？加热，我知道，敷，慢点，嗯，这膏药味你要会，你不是敷过吗？嗯，啊，你就是到时候这个不是广告不用拍，这个到时候你看，你就是那个蜂王浆也到了，在冰箱，一会儿小软你两个走之后，记得冰箱拿着，嗯，冻冰也给冻一块了，到时候还放到那个箱子里面，好，抓紧时间给老丈人去用用，如果效果好，我从中国我去。寄过来一些，行，那也没有，也，嗯，就这样走的，也没有什么好，给你留下的。这边有个虫，你过来看看，很大一个毛毛虫，你上来看看。啊？哎，你捡的钱掉了？谁呀？哎呀，捡这么多钱是捡着了啊！好好的排查，但是没有了。到时候万一你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给我张口，该怎么着啊？然后也好，反正兄弟情嘛，还你吧。哎，发财再还呀，行啊。那你们就在这儿，反正相互的多多帮忙嘛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，是吧？我的话先回去给我的孩子过个生日，然后想爸爸了，好不好？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。谢谢叔叔对我的信任，保证也来找我。但是不巧，那我真的是回家有事儿，到时候有新哥小曹，我们就是，是吧？啊，多的来这边坐坐，好不好？来了就有机会啊，期待你再来。啊，好，再见。看什么？啊，明天去小郎家，好不好？啊，下车了。谢谢小姐。来到杭州北站了，然后勇哥过来送，是吧？马上该进站了。对呀、啊，进站了呀。然后，下次啥时候过来呀？不一定啊，先回去给孩子过个生日。嗯。过
完生日之后我看看吧，我不具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办。行，具体啥事刚才直播间也问我了，我先不说，我办成了大家自然就知道了。行啊，然后你在这边和小阮努力努力，加油加油再努力，只能这么说了，行吗？行，兄弟情不用多说，懂得都懂，这么多年了是吧？好好配合好，对，来好好配合好，很高兴你。你们回去吧，嗯，回去吧，嗯，走吧，跟他说，说啥？说，快说，快点，说啥？说，他给你说，要给我表白呀？啊，你说，快说，快说。你那喜庆，你们走吧。啊？恁俩喜庆，恁走吧。下面喜庆。净不能叫点好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该激动，该激动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啊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走吧，也没事儿，你哥到时候想他了就给他打信息，加油，走吧，走吧，努力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哎，我感觉这个心里。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真的，你不懂勇哥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，好多年了，哎。